过去五年生活在挪威海峡的北海岸瓦尔迪米尔三十一世在挪威的西南外海和钓鱼的民众发现说他已经死亡。由海面甲头伸出来，北海岸瓦尔迪米尔坐一连了后，向挪威渔业局接管偷食物，看起健康个活泼的北海岸，煞在八月三十，和钓鱼的民众发现，在挪威西南外海已经死亡。这只北海岸是2009年在挪威北部芬马克地区被人发现，但当时身躯顶有白片带，技术会当装置摄影机。挪威的海洋生物学家替伊甲片带拆掉了后，发现内部有著名圣彼得堡识别字，因为当地距离俄罗斯海洋边境差不多300公里远，加上北海岸介意接近人，佮对人的手势有反应，所以挪威情报机构推测，伊可能是和俄罗斯关系起，而且经过海军训练的间谍北海岸。虽然俄罗斯无回应外界质疑，但个北海岸就因此定居在挪威海峡，而且和挪威人用挪威文字海岸的发音结合俄罗斯人名字尾，把这只北海岸号名做瓦尔迪米尔。We have filmed up to 300 tourists in one day visiting Valdemir, which is an unregulated tourism industry here in Norway. The tourists wake him up while he's sleeping and order him to do tricks. They hunt him down in their boats while he's feeding. We've seen countless ocean divers post pictures of him with hashtags.因为北海岸平均会活到40岁到60岁，要过瓦尔迪米尔死亡的年岁，却只有14岁到15岁。对中伊真侪党诶，挪威非营利组织海洋森林表示，到离到迄一天，瓦尔迪米尔身体状况拢也阁真健康。过阵讲说毋知虾米原因死亡，已经甲伊诶遗体带倒转来，要送去兽医研究所检验，调查死亡诶原因。海洋森林阁伫诶面册发文纪念伊，表示瓦尔迪米尔毋但是一只北海岸，嘛是希望诶灯塔，代表人类甲自然之间。真亲密连接，大家拢会亲切的怀念伊。公司新闻台是董冰英。